美国留学生的食堂霸道自助是什么样的？刚做完演讲，强行给同学卖了一波中国学生会的安利。超喜欢这个小姐姐，每次做完演讲，她都像老母亲一样关心我。美女果然都心地善良。进食堂了，今天的食堂好盛大啊！拿个盘子。今天有烤鱼，拿两块。旁边是米饭和炖牛肉，不吃了。等等，炖牛肉还是要拿的。甜面包选手被雪藏了很久，今日终于露面了。主食咱就吃意面吧，听说这个窗口是现做的，我还是第一次吃。我加了蘑菇、鸡肉、番茄和奶油芝士酱。锅上有彩虹哎。拿个杯子，接点冰。今天不喝 Diet Coke， 搞个烧烧的饮料喝。接点这个 Pink Lemonade， 再接一点这个原味的。反猛男很喜欢这个粉色饮料。最终长这样。窗户上居然都有圣诞树圈。这个鱼还挺好吃呢。夸夸，好了，拜拜了。